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用葡萄积木搭建机器人。这是机器人的脚。小朋友们喜欢这个机器人吗？按下有警车声警灯。再按一下关掉，胳膊能活动。两条腿还能分开。玩积木能开发小朋友们的智力，让小朋友们越玩越聪明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下期将拼搭更多好玩的造型，拜拜。